我要跟我兄弟的小姨告白，她还是我的合租女房东呢。你就想说阿姨不就努力了吗？这不得搏一搏，说不定单车变摩托以后就是包租公了。那你跟她表白的话，兄弟知道吗？我怎么敢告诉她呀，她要是知道我泡她小姨会打死我。感觉还蛮年轻的呀。Hello， 小姐姐，你好呀！你们在拍什么？那个，你是不是来给小郑送衣服的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就是小郑委托我们过来，让我们接你。他刚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快冻死了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你兄弟会不会跟他小姨一起来呀？那肯定不会的，我已经支开他了，和我表妹看电影去了。我这么心急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和小七人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外甥的好兄弟，然后他是学生嘛，实习期也没钱租房子，所以我就让他先住我那了。那你觉得女生对你有意思吗？应该有吧，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有八块腹肌的男大学生呢？你觉得小俊这个人怎么样？长得帅，爱干净，而且做饭还好吃。但是就是有一点吧，他洗澡的时候老不带衣服让我给他送。那你有没有偷看过他？那肯定没有啊，小便有什么好看的？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看到他了没？他们在干嘛呢？自己过去就知道了。别说你不能。让我们趁着阳光带上走了心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降温，你穿这么少？我没看预报嘛，谁让你不提醒我？你要怪我了，自己不穿多一点。那你帮我穿。哇，这么贴心的。给你买的你喜欢吃的蛋糕。哟，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？小俊，你喂给他吧。哇，甜吗？哪里啊？微风悄悄吹动发梢，吹动裙角，男人怎么还上手啊？感觉你们关系好好啊，没有考虑发展过一下吗？没有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才20呢，我可不想当他的老妈子照顾他。谁让你照顾我了？洗衣服做饭我都会啊，照顾孩子都没问题，超级奶爸。什么奶爸？哎，你别乱说。心里话呀，想照顾你吗？哎，那你们住一起这么久，对方有什么糗事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哦，那他糗事可多了。你可别乱说。有一次他聚会嘛，喝多了，他自己本来酒量就不好，还硬喝，然后晚上迷迷糊糊的就跑到我房间来睡了，赶都赶不走。他睡衣什么样子的？这是能说的吗？我想起来有一次啊，我们去上海的那个欢乐谷玩，然后呢，一个小孩水枪就把他给滋了，我以为他坐过山车又撒尿了。什么叫又啊？阿豪说的呀，你小时候老是尿床。他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玩小游戏了啊，公主抱对视十秒钟，谁抱谁？你要是想抱他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来吧，那我试一下。我很轻的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好帅，好有意思哦！男生脸都红了。哇，烫手，好烫。我很轻的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好帅，好有意思哦！你是完美的情节，男生脸都红了。男生，你要不要摸一下脸，看烫不烫？好烫！4、3、2、1.8、1.7，男生你还坚持得住吗？还坚持住？10，好好好。还好吗？很轻。刚玩游戏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害羞，有点上头。就很热嘛，刚刚都不敢呼吸了。感觉他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确实有，他平时我感觉他还挺奶的，然后就是那种纯情小男生的感觉，但今天还挺霸道的。这么喜欢他，为什么之前不表白啊？之前不敢说吗？我租的房子都是他的，要是他生气了把我赶走了怎么办？还记得我刚刚给你们推荐那个交友神器吗？记得啊，清欢星球嘛。
啊，我兄弟还单身呢，回去叫他下一个。在新婚星球脱单真的很高效，里面有很多聊得来放得开的年轻妹子，不仅人美声甜还体贴主动，上线就有人打招呼。目前单身又爱玩的赶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，说不定还能发现其他乐趣呢。知道现在是什么环节了吗？转身环节。哎，男生你有备而来啊，不愧是我们节目组的铁粉。那等会儿我会倒数三个数，如果你们想和对方进一步发展的话呢，就转身并且给对方一个拥抱。三二一。其实吧，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，你小子身材挺好的嘛。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。好啊，偷看我洗澡是吧你？哎呀，干嘛呀？大方一点嘛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等会儿准备干嘛去啊？叫我兄弟出来吃个饭，顺便给他个惊喜。你不怕他揍你啊？怎么可能，他可是他未来的小姨父，你说是吧？没有的花哨，摘上我厚实的手套，给妹妹学坏都起了个代号。